OK， 现在应该有影像了吧？有了有了。Hello， 欢迎大家回到影子的游戏空间，让我们继续玩《Coma昏迷》。英文的名字叫做 The Coma Cutting Class。上次我们跟这个人讲过话了。再次在这边谢谢那个 Tom Lin 捐献给我。他一次捐好多，让我有点吓到。从来没有收过超过十块钱的捐献，最高我之前好像收到五块多吧。谢谢你们的捐献哦，有你们的支持，我就会继续录制影片。当然，我录制的影片是义务的啦，就是兴趣，我把我的兴趣带给大家。有好恐怖，声音有点恐怖。等一下，我先进去好了，这边比较安全。把我的兴趣带给大家，跟大家分享我现在喜欢玩的游戏。那你们不用捐献，当然也可以看到我所有的影片啦。那捐献给我的话，就是带给我更多的鼓励，更多的支持，谢谢你们。然后我现在看一下我有点忘记我要干嘛嘞。这个游戏目前没有中文版。有点忘记这游戏的控制了。没有写说我要去哪欸，我现在要去哪？我好像要回我的教室，对不对？哦，忘记我要去哪里了。是不快的 ？So called killer 啊，我要去找那个女生啊！对了，对了，对了，我要找一个女生。记得他说好像女生跑去哪里了，然后不能跟他再讲话了。抱歉，我刚刚忘记按那个流串，可是我有按到录制，可是我忘记按流串那个按钮。现在应该有了啦，现在应该有了，大家等一下就有了。那我要再做一次开场白，我刚刚已经做过了。Hello， 欢迎各位回到影子的游戏空间。现在玩的是 The Coma Cutting Class， 昏迷。这个叫昏迷，是一个恐怖游戏，采用卡通风。在这边跟各位讲一下，谢谢那个 Tom Lin 的捐献，他一次捐献40多块，让我有点吓到。我还没有收过10块钱以上的捐献，他一次就捐了40多块，谢谢他的鼓励。那当然，我拍影片是义务的咯，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捐献一点点也 OK， 可以给我更多的鼓励。我有点忘记现在要去哪里了。我只是喜欢拍这些游戏跟大家分享，反正是我的兴趣。跟大家分享我喜欢的游戏。那你们不用捐献，耶！我的天，你可以看到我所有的游戏，他不会进来吧？不用捐献也可以看到我所有的游戏，所以，只是捐献的话，可以给我更多的鼓励跟支持。他在外面呢，我怎么？我现在好像去我的教室，对不对？我往下走，然后往左走11，要去11，一年一班的密码是2778，2778。帮我记一下2778。2778。有声音。我不用密码就进来啦。
你还活着？他说他很惊讶我还活着。我在找你，主角在找这女生。啊，我跟他讲说我找到我的成绩单了。主角 fail 三个课程，女生现在在屌他，就你居然可以 fail 三个课程，你的分数也太低了吧？还有主角男生，男生是我们主角，主角在这边是有原因，在这个世界中是有原因的。我不想翻译太久哦。反正主要大概跟各位讲一下就好了。反正任务跟大家讲一下，我现在要干嘛就可以了。哎呦，他说我们主角继续待在这个世界中越久的话，那个敌人就会越强。那些鬼，不知道是鬼还是怪物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追我的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确定。然后他们会一秒一秒的增强，所以我要赶快离开这个世界。哦，好远哦！我现在要去那个，把视讯改到右上角，可以啊。等一下哦。OK， 这样好了。我们要去楼上。哎呦，这长出一些怪怪的，像异形这些东西。我的 shit！ 哦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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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走啊，上去上去上去 ，go go！ 他那个。那怪物会上楼的，所以上楼梯还是要赶快跑。这样看我表情不习惯吗？对，走这边对。我们要往下走两层，然后走右边走到底，下楼，再下楼。也这有血，地上有血。我线，什么东西啊？这是蛋吗？这是蛋，好像是某种生物的蛋呢。我听到呼吸声，我觉得老师好像在前面。哦 ，shit， 真的在哦，他挡住门呐、啊，那我怎么去啊？亚美呆了，亚美呆了，我不要，老师拿着刀子要追我，好不好？他哪是要跟我讲话？老师就站在那个怪物就站在门前，我要怎么过去啊？我没有，我刚刚不知道有没有把它引开了，好像引。哦，亚美蒂啊，是死路 ，shit！ 哦、oh, ，sorry，fuck！ 哦、oh, ，好痛哦！啊、主角还会累的吗？亚美蒂 ，shit！ 啊，完蛋了，完蛋了 ，oh fuck！ 他还会累的 ，shit！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这个设定。啊，死定了啦！死掉了！What the fuck 了！我要重新去找那个女生。
他在门前讲一大堆话干什么啦？赶快走才对啊！还不赶快开门进去，那讲一大堆话，莫名其妙。这主角真的是智障，受不了是主角啊！这对话刚刚看过了，这边快速带过就好了。啊！老师不是想跟我一起做菜，老师想把我变成菜吧？那个门应该不需要我现在有的密码只是每一个教室的密码，那个门不是教室啊，还需要 passcode。可能我刚才没看，没有时间看他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再去一次吧。他刚刚开门打不开是为什么？先存档吗？等一下又死掉。晚安啦，拜拜喽。没有那么衰啦，才刚进来，刚进来就遇到他，有够衰。对啊，我现在才知道有体力值，之前没有注意那一条，从来没有用完过，现在知道会用完。你错过克鲁的话呢，就要看重播喽。不过你可以看我其他玩其他游戏啊，有些游戏也蛮有趣的，不一定只要看克鲁嘛，很多游戏都很好玩。我要往下走，老师应该不在这吧？他到底讲什么呢？对，他要我找密码，他说密码在哪里啊？再看一次。The North Building is where the art and music room and the library is located. The facility in charge for those area would be the code. 'Facility in charge of those areas.' Facility in charge. 他没有很明确的跟我讲说我要去哪里。Facility in charge 是哪里啊？Counseling office 还是 President's office？我可能要往上走一层楼。应该在这层楼的其中一个房间吧。这边我之前来过，应该不是这里。这世界开始长出这些怪怪的植物了。我 shit，按到广播啦，按到广播了，完蛋了！我觉得那个我会把那个怪物引过来。进去，进去，进去。这是校长室。OK，这边有地方可以躲，很好。I found a note。Found a note。所以不是在这里，校长室没有密码。下一个是 counseling office。需要特别的钥匙。
雪，我后面有东西，赶快进去啊！这是什么？哦，导航找到喽，找到密码了。So, looks like all. The worker must have taken them to the underground storage of the main building here. It says some stickers were attached to the box, explaining how to get into the noise building. OK，我要去找在地下室，我要去地下室找一些贴纸。那他说贴纸上面应该会有那个密码，至少找到讯息啦。往左边走，哦，需要，好像要经过那个怪物欸。这是不是？我哪有长那么丑？有人说这个主角长得跟我有点像。而且我成绩很好的，我成绩是很好。这主角 fail 3个课程，我以前可是跳级的，我何况说 fail，我是跳级的，好不好？哎，我遇到他同学了，他同学这个同学怪怪的。他在找东西，主角问他你在干嘛？他说：“我没有时间跟你讲话，我很忙。”他在找东西。然后主角问他说：“那我来帮你找。”他不关你的事。啊，好，放轻松，放轻松。主角说：“主角觉得他有点怪怪的。”哦，是，他前面有东西。你们可能被我的那个荧幕挡住了，我把我荧幕移到左边。哈哈，前面有东西出现了。哦，他被那个怪物。直接跳到肩膀上，阿鲁巴！The fuck！我可以存档欸，在这边存档是正确的吗？I'm the shade，我是影子。等一下，他说那个，他那个怪物说他是影子，我也可以翻译成黑暗呢、啊。shade 不一定，shadow 才是影子，shade 算是黑暗的意思，就是阴影。他被附身了。Your friend is gone. His mouth, his tongue, his world belongs to me now. 他被附身了。他说：“我们主角叫他离开，你到底要我们干嘛？”他只是说他想要一个身体，所以他就把他占据了。那鬼问我们在这边干嘛？我从来他说从来没有邀请我们来这边。哎呦，这个是他的世界。这个阴影，这个鬼说这个世界是他的世界，但是他没有邀请主角进来。为什么你会进来我的世界？他说我不想要任何，我不想从你身上得到任何东西，因为你是入侵者，不要浪费我的时间。Artifact，
他说这个胖子的身体好像出了什么问题，不太好，所以他现在想要攻击我了吗？哦，shit，所以要赶快跑的意思吗？Your foolish friend just lost part of the artifact. Search. 啊？他叫我帮他找东西？我为什么一定要帮他找东西啊？我怎么可能啊？我为什么要帮他做事啊？莫名其妙哎。什么任务？我干嘛帮鬼做事呢？对我又没好处。他的朋友就算了嘛，放他朋友好了。反正他朋友之前想要害他，亚美德才刚进来。Oh shit！哎呦，不要追我啦！哎呦，还有是死路，是死路，靠！哎，我传到哪里了？怎么传到这边来？这是传送门呢，好莫名其妙。我们至少逃过一劫，先走到顶楼。哎，这边被挡住了，又要往前走了。我又听到怪声，嘿嘿，发现睡不着来看我的台吗？谢谢啦，也解不开的门先解开。那个衣柜里面，刚刚那个柜子里面有一个洞，所以可以传到另外一个地方。不过至少逃过他的攻击。靠，他还在这，他为什么一定要在我目的地乱晃呢？这样怎么办啊？哎、欸，这边被挡住了，我绕路好了，稍微绕一下路。我休息一下，等体力补满，不然等下又要被追。每个恐怖游戏最可怕都是我的叫声吗？大家都不是被游戏吓，都是被我吓到的。我上去喽。OK，我要进旁边的这个，这是厕所啊。哦，不是，下一个。3F 被锁住了。开门。哎呦！靠，吓到我了！怎么有人呢？看起来不像人。主角说他很忙，但是他有点怪怪的，最好还是比较靠近他。老师在外面，我听到老师的脚步声了，先存档。老师不会走进来吧？没东西啊。哦，我走错地方是要去厕所，结果真的是要去厕所。可是好像老师好像在外面呢。对啊，这个游戏存档是写黑板，有黑板的地方就可以存档。找到一个硬币，
我吓到我了。哦，主角突然就躲进去，有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他吓到，太精神太紧张了，可能。欸，我捡到了，捡到东西了吗？哦，还可以加血的。哦，加一颗血，这是加什么？Staying awake，让你醒着的，有加体力的，各种东西都有。任务品是不是拿到了？来确定，拿到了吗？我拿到了，要回去了。往下走，往下走，然后走右边，走到底。这是韩国出的游戏哦，我们的主角是一个韩国高中生。我的震动好大声，我有在震动吗？震动什么？脚觉得脚步声在前面呢。我先，哎，对，Oh shit！，fuck！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哎呀呀，真是的，快点啦，快点啦，主角快一点！哦，进去！哎，哦，不是这里吗？啊，shit！我又点到一次，完蛋了。我刚刚震一下，吓到我。我要去哪里啊？我忘记我要去哪里了。刚刚那个鬼在哪里啊？手机？哦，有人传讯息给我了。刚刚是要去哪里啊？那个鬼在哪里？是在地下室吗？地下室，被鬼追到忘记了。哦，先存档。欸，我已经拿到了啊。还是我还没拿到？到底拿到了没？我忘记我刚刚有没有拿到东西了，好像没有欸。Usual walls covered in red paint. Usual walls covered in red paint. 他说墙壁上有一些那个像一些邪教的图案，邪教的图案，他好像要去其中一个图案找，可是我怎么知道是哪一个？背后林真大字。还真的蛮大只的，我每一层楼可能要搜寻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在哪里。他在我左边还右边？左边还右边的 shit！呀咔咔呀没得！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才刚开始欸。哦，过分哦！
们来进女厕看看。新招呀，哥哥呀，妹妹，不知道讲什么，真的被吓到讲不出话。为什么老师是大象啊？跟大象有什么关系啊？他是忍者还比较像吧？穿高跟鞋。哎、欸！他在外面吗？才刚进来耶。他在外面啦，我怎么办？Hello， 你好啊 ，Kimoji desu。等一下，等一下就不 Kimoji 了，等一下就被我吓到了。我该不会要一个一个教室搜吧？这样要搜很久哎、欸，他不能给我多一点提示吗？等一下这又不会，哎、欸，这又有一个传送门了，我又传到这边来了，莫名其妙又传过来了，回去回去。主角开始搜刮他的同学的装备，同学物品都被他搜光光了，这边过不去，往上走。哎呀呀呀呀呀呀！这边回去会跑哪去 ？Cafeteria，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回去、欸。想一下，嗯，先存个档。金峰，我记得、啊，他不止四岁了。这是可以躲，这边好像没什么。我这边来过了没？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来过。厕所看起来都差不多。啊，这里来过了。他的提示就是说，有些地方墙壁上会有那个，墙壁上会有一些像邪教一样的标志。哦，找到了，找到了，应该就是这里了。是这里吗？找到硬币，找到咖啡粉，炒咖啡要干什么啦？我不要炒咖啡啦。讲一些废话。所以不是这边了，我还会找到的。反正要找墙壁上有那种邪教图案就对了。老师在里面，我跟老师绕了一圈，快走！还在追，奶奶的嘞！不要一直追我啦 ！Oh shit！
哦，OK，是不是这个？不是哦，不是啊，刚刚那个黑板下面有一些红色的那个啊，红色的字，所以我找不到啦，有过分，那没，它地图上也没有写说在哪。难道在那个旧洞吗？就不是这一栋。Smite 是礼拜，你们台湾时间礼拜日早上哦。我会跟大家一起玩 Smite。如果你们想要跟我一起玩 Smite 的话，可以去下载那个游戏，是免费的。地图左上有，左上有什么？欸，这边也有欸。找到了。但我怎么听到有点怪声？找到了，找到了。什么声音呢、啊？找到了，耶！为什么被我吓死？存档，存档，存档！为什么一定要帮鬼做事呢？完全不合情理啊！他说：“主角问他说，如果我把东西给你，就会放他走，对不对？你的朋友已经完全变了一个样了，他已经没办法复活了吧？牙齿都掉光了，肩膀还被插一个洞。想也知道，鬼不可能会这么老实啊。”他攻击我，但是被我反弹走了。他鬼说：“为什么我碰不到你？”他说：“鬼说他的宠物马上就会来攻击我了，所以他要派他的宠物来杀我。鬼本身自己杀不了我。”他的宠物就是，就是那个老师。哎、欸，你们很脏哎、欸，什么少女的纸底，那个上面都是血，好不好？少女的纸底。好啦，我们要上去三 F 哦。你想到什么？直立上面都是血，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菊花吗？有人被爆菊了，是不是？少女的月，好恶心哦。他叫我离开，说不要烦他，他在读书。
他的手上跟脖子上有链子耶。叫我帮他找一个钥匙，他就会帮我解决那个黑板上面的数学问题。OK，要回去原洞了。他主角不知道他是鬼呀、啊，主角不知道他是鬼，虽然他看起来很苍白，但是主角不晓得什么是菊花哦。菊花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朵，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朵，你自己想一想在哪里吧。哇靠！谁会把书叠那么高还不倒？太强了！我还没找到吗？找到了，钥匙找到了，现在回去了。开始脏脏了，是你们脏脏吗？刚刚谁在问说菊花是什么的？那个人脏脏。好了，把钥匙给他。9点半就开始了，是没错。深夜台已经。哎呦，那音乐有点吓到我。深夜台已经开了一阵子。OK，他人呢？鬼嘞？What？所以嘞？啊，鬼不见了，鬼不见了！我要去哪？哦，OK，我可以去那个解码了。我的台是很震惊的，好不好？我的台是舒服台，不是色情台。舒服跟色情是不一样的，懂吗？啊什么？他什么时候？Oh shit！啊 fuck！他什么时候又出现了呢？你没有补血的，都只有水而已。哦，有补血的。他冲过去了 老是冲过去了。老师，可不可以走开啊？你不要一直在前面晃啊！老师，你可以先走了，谢谢。现在是自习课。No，舒服台是非常震惊的一件事，就像你们会去那个按摩一样啊，按摩也很舒服嘛。这按摩就是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
我以前在台湾上班的时候，每2个礼拜我就会去按摩一次。火影忍者的袍子。我往上走。哎呦呦！这是那个不良少年呢？怎么长这样子啊？他这样长这样还可以讲话吗？他说不要太靠近他，我们走过去不知道会怎样。可是我还没存档哎。他叫我帮他找东西，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帮一些怪怪的东西做事呢？他要我找 pizza bread。他要帮他找披萨干嘛？我不懂啊。而且我现在也去不了别的地方，我这边不能进去啊。对啊，这游戏感觉主角就是一直在帮人家跑腿，跑来跑去的。好啦，这游戏先玩到这边啦，存档了。我们下次再继续玩这个游戏咯。谢谢大家收看，我接下来要直播，大概直播一下子吧，那个 Dungeon Link 玩一下就好，跟大家讲解一下就好。好啦。那先这样了，各位再见。如果要看我玩《Dungeon Link》跟《潜龙谍影》的朋友，就先待在聊天室中。那我们其他朋友下次再见喽，拜拜。